98人，126人。184人，192人。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大家的喜欢。嗨，227个，238个人，太棒了。是属羊的意思。不好意思，有点迟到了哈，因为有点 delay。我们现在还在这边，还在做准备。脸书的可能要等一下，脸书的可能要等一下，好不好？脸书的，我们现在正在做机器。嗨嗨嗨嗨嗨，弄了一个效果。小刚现在正在努力的瞧那一只那一根自拍棒，对，还好吗？我来，给我来，没办法摆平啊！好玩到结束了，没事没事，不怕不怕。你要到结束哦？我刚差一点到结束，那你赶快先。睡还没睡，又回来了，好多效果可以用。我知道，这样子。你那个他那个不是，他那个是调在旁边。而且我好像把它弄掉。好，如果真的不行，我就不行。还是我们就是用刚刚那个好不好？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好，来吧，我们现在开始，直播呗。现在到哪？哦，看253个，嗨，好久不见。对，但我觉得这个特效让我看起来很青春。Hello。还好我视力不错。这一次到底如何？我觉得小刚哥很聪明。好了，我们现在脸书的直播也要同步开始了。嗨嗨嗨嗨，谢谢你，你也很可爱。好，开始。脸书的直播也开始了，所以你想去 IG、想去脸书看都可以。好吧，来吧，我们来开始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黑眼圈呢，奇怪，奇怪。嗨嗨嗨嗨！哎呦，脸书这边，真的吗？玫瑰少年。Hello， 脸书的朋友们，72、76、77，好的，叫你身边的朋友都来看我的直播啦，因为我开始直播了，有点小迟到，因为一开始有一些些 delay 了。好 ，Hello，H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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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有些 delay 了。对啊，我现在就是要开直播，跟你们聊聊天，玩玩一些小游戏。今天已经去河岸留言看过场地了。那其实也很期待，就是之后就要来开这个音乐会，就在这星期六，就只差3天了，好不好？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对，很紧张。第一场音乐会，你们都会来吗？嗯，我突然觉得好像直播主，我天，我很像直播主的概念哎，要两台机器，嗨，刷礼物给我，手指爱心。谢谢 Y263 送的一台小跑车，非常感谢。有嘉宾吗？不告诉你啊，这是一个小秘密。从高雄去辛苦了，到时候我现场也会售票，就是为了要就是如果说你当天才能够决定你能不能来看的，好不好？现场我们也会开放售票，那补足每一个遗憾。
到时候见，到时候见。那好吧，我们来开始吧。好啊。最近在忙什么？哎，刚才你聊过了。我好看啊。最近在忙什么？最近就是在拍戏，拍新的戏。嗯。对，叫《金爱演侦探团》。对，那最近就是拍戏，然后一期唱也会继续主持，那还有跟子弘的频道《龙兄虎弟》。龙兄虎弟会继续做，那大家一定要去支持我们的频道，去 YouTube 看我们的影片，好不好？我们每一支影片都非常的用心，新戏我也很期待，应该会拍到九月份新的作品。好忙碌，好充实。对啊。那大家有在音乐会想要听到什么歌吗？有吗？你们有想要在音乐会听到什么歌吗？刷屏刷一下，我看一下。我们接受留言，但不一定会。接受留言，接受留言啊！但是我歌单都定好了。对对，但是演唱会的现场会有一些互动的环节，会有一些互动的环节，就是这一次的音乐会，它不会是单纯的一个音乐会，它会有很多的小巧思，我们放了很多的小惊喜。对，哎呀，你怎么知道我去客串那一天？对，一部这个 High Story 啊，到时候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去客串了一部 High Story。唱什么歌都喜欢听吗？这么肉麻？嗯，我真的有当直播主的天分，我去当直播主好不好？我就也不要再这么辛苦了，好不好？谢谢大家，送小爱心给你们，谢谢谢谢谢谢，就成为一个，从此我也成为一个直播主。好啊、其实你们想听的歌，我真的也有可能会唱到啦。然后现场到时候会是 live band， 就是我会是一个乐团的形式，对，所有的歌都是现场唱。来，嗯，好了，我们要进行一些快问快答。来，就是直觉反应哦。是。好，自己最近最爱的一首歌。最近最爱的一首歌，《违背的青春》，薛之谦的。如果不想当人类，想要当什么？我想要当一只狗。Why？ 为什么？因为当狗很幸福啊！如果遇到好的主人的话，我想当那种柴犬，柴犬就不会遇到坏主人，因为柴犬太可爱了，好吧？柴犬当有钱人家的柴犬，就挂号有钱人家的，就又可爱又幸福的一只狗，好不好？那明哲唱系列中，你现在最爱哪一首歌？明哲唱系列中，我最爱的歌应该是第九页吧，我觉得那首歌最有感觉。我的名字唱你们要去复习一下哦，就是你到我的 IG， 然后hashtag， 就是我有个 hashtag 在里面，就是按名字唱，你就可以看过我所有的 cover 过的歌曲。我们有算过，大概前后应该有30首以上了。对，很多人都说，哎，你去 cover 一下什么歌？可是这些歌其实我都已经 cover 过了，好不好？啊，很久很久以前就 cover 过了。当演员，你现在最就是下一个想挑战的什么角色？我想拍古装欸。对啊，我很想拍古装，想拍看，因为我觉得我应该算是偏古装脸，偏古装脸。对，你之前有扮过类似的，对，就很。所以我当古装应该是可以，不然就是演一些。笑什么？笑什么？不然就演一些那一种日本的那一种。动漫改编的哦，对，银魂啊，或者是第一到神剑闯江湖，神剑闯江湖，跟你讲第一神剑什么东西，一个手游是不是？最近最爱的动漫，最近最爱的动漫哦多哦，最近最爱的动漫是那个《盾之勇者成名录》，这一部非常好看，然后还有。这部真的很好看，有人看过吗？《盾之勇者成名录》有没有看过？我想去看，我去看。对，然后还有一部是《一拳超人》也出第二季，也不错看。然后再来是多罗的新版新制的。讲动漫，我可以讲一个晚上啊。好宅，是好《王者天下》，小刚推荐给我的，也蛮好看的，推荐给大家。讲秦国故事的，蛮好看的，对。去一下狼人杀吧，我可以跟各位预告一下，我已经去狼人杀了。哦，真的假的？
对，去狼人杀了。那如果能化身为卡通人物，想当什么？我想当什么？我想当杰诺斯，一拳超人的杰诺斯，因为我觉得很帅。好，对不起，我瞬间不知道。你没看吗？我的天哪！我的天，我的天哪！我的天！好，我会努力补啦。好了，补一下。下一题，如果你想能变透明人，你想做什么？哎，我就知道你这个点。我想要。啊，想到都是一些不能讲的，好，想到都是一些不能讲的，想到透明人都能够做太多事情了，好不好？好，我想一个，我想要跑到别人家里面偷吃他们冰箱的食物，这样我就可以不用赚钱，我就可以一直偷吃别人家里的东西。好，这个答案我可以。刀剑神域会非常好看，刀剑神域非常好看，但是我觉得他后面出的版本有一点歪了，从到枪战那边的就不太，我就不太喜欢了。对，我还是觉得SAO 的最好 ，SAO 实际最好。你确定你的粉丝听得懂这些话语吗？有问过，有问就知道啊。好，对啊。哦，有嘞，有嘞。无脸男的戏有看过吗？鬼灭之刃，鬼灭之刃非常好看。鬼灭之刃，我刚刚就是忘了讲这个。鬼灭之刃非常好看，但我漫画已经追到最新的地方了。鬼灭之刃也是非常好看的一部动漫，对，它的画风真的很棒。鬼灭之刃非常好看。鲁路修是什么？你自己要问的问题都好。欸，有人问，欸，如果给你选一个超能力，你想要什么超能力？想要什么超能力？我想要瞬间移动啊！瞬间移动太棒了。我之前看了一部电影叫做《移动世界》，那部电影就把瞬间移动真的是拍得非常美好。对，他就一直不停地从银行偷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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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变成一个很有钱的人。目的是为了成为一个很有钱的人。反念鲁鲁修我还没鲁路修我还没看，但是应该会是下一步要看的。火影忍者博人传老实讲有点伤我的心，对，就是我觉得前面的废话太多了，不然我是一个火影忍者的忠实迷，我人生第一次看动漫的眼泪就是献给火影忍者。孩子王我是完全没看的。啊，你为什么没有看？我的英雄学院也非常好看，而且他的 PS4 的电玩很好玩。我的英雄学院，我在等第三季，就是最新的嘛，应该是明年三月。明年三月，我的英雄学院，妖精的尾巴也好看。怎么可以没有看海贼王？好，继续。最近有玩什么游戏吗？最近玩什么游戏？就是一样玩第五人格，又回去玩了。对，然后玩弓箭手传说跟小刚，一直互有往来啊。但是我最近已经领先他了，因为我有小氪金一下。我玩游戏都会氪金，真的是很可怕，很可怕。欸，我真的，我以后真的可能会 去直播打游戏，好不好？我会成为一个游戏直播主，然后开一期，然后等大家刷礼物给我。欸，你有玩极速吗？欸，我们极速传极速领域吗？对啊，没有没有没有，我对赛车游戏不感兴趣。欸，我们看一下，我们没有接受任何业配，我们先讲，就是单纯在聊游戏，在聊天而已，在聊天而已。但是游戏业配，我欢迎来找我，我非常爱打游戏，对，求之不得。好，下一题，昨天晚上吃什么？啊，这是我出的题目。昨天晚上吃什么？对啊，我会成为电竞主播。昨天晚上吃什么？猎人也很好看。昨天晚上吃什么？昨天晚上我忘记了。好，没关系，我们跳过。好像吃粽子吧，昨天晚上吃粽子，对对对对，吃着一个在冰箱冰一阵子的粽子，但是也是好吃，好吃，自己蒸的。好，欸，我还写了什么？林志玲跟舒淇选一个。林志玲。我本来有追踪他的 IG， 但是他结婚之后把 IG 退掉了。我有点伤心，我有点伤心，因为我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是真的很喜欢他，林志玲。对，没有开玩笑的啦，没有推他 IG， 因为也没有追过。好，你最近看了一部电影？最近看的一部电影，哇！哇，好像是阿拉丁的真人版吧？阿拉丁的真人版，对，阿拉丁真人版，算主演吗？算是主演，算是主演。对，阿拉丁真人版，到底我还看了什么电影？我想一下，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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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阿拉丁真人版，
是《玩具总动员》第四集，很好看，大家可以去看《玩具总动员》第四集，可以去看。谁看到哭，我傻眼哎、欸！对面那个，哇，真的是很不要脸。怎么会很感动吗？我跟你讲，大雄哥超冷血的。但我必须讲，那个有一些感人的点啊，确实是有一些感人的点。最感人的应该就是那个吧，最后。哎、欸，你要爆雷吗？哦，对哦，不能。我不能爆雷，对，我不能，我差点讲出来。反正《玩具总动员》第四季很好看，它完全颠覆了。它其实不是拍给小孩子看的，就是其实是拍给我们看的。对，已经拍给就是青少年看的这样子。阿拉丁的话，我觉得还行，但没有到我非常非常非常的就是满足我的想法。但我觉得是可以看的。安娜贝尔回家了，我没有去看。我现在对恐怖片没有兴趣，就吓不到我，因为都长得一模一样，完全都一模一样。所以你本人不会怕看鬼片？我完全不怕看鬼片，我会怕血肉片啊，就什么夺魂剧或者是什么什么屎。上次看了一部，我直接整个人崩溃，《食人炼狱》，在讲那个亚马逊吃人的那个真的是很病。哪一个啊？之前有一部电影叫《食人炼狱》啊，对啊，就我很怕血肉，不要爆雷啊，不可以爆雷，不可以爆雷。我想过我以前玩具会动吗？我没有想过啊。哥吉拉我没有去看，哥吉拉我其实很想看。怪兽之王之后可能去看二轮片好了。好，继续。哎，洗澡会先洗哪个部位？洗澡会先洗哪个部位？我会先洗胸口。哎，对啊。会先洗胸口，我会先拿手套、哦、可以刷身体的手套，开始从上半身开始刷。嗨，叮咚 ，Hello， 新加坡的朋友，哎，我还有什么问题啊？有，现在梦遗在你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是什么？你说现在梦遗什么？不是啦，我说在生活中、啊、最不可或缺、哦、最不可或缺的就是手机啊。手机最不可或缺，因为我现在没有在玩什么游戏，我只有在打手游了，所以变成是我人生中唯一一个兴趣。有人问你都几点睡觉，你感觉最近很忙？我头猫头最多久，就是基本上每一天都会洗、啊、有时候如果真的是冬天的话，可能两天洗一次。对，皮卡丘没有看，完全没兴趣。哦、我觉得蛮好看。我真的完全没有兴趣。哎、欸，我看到他那个毛茸茸的样子，就觉得很悲剧。就是我一直觉得皮卡丘应该是光滑的，不是毛茸茸的。好的。他跟我的想象有落差，我就不想看了。那你爱漫威吗？漫威我爱啊，复仇者联盟，对不对？现在可以爆雷了吧？还没有人看过《复仇者联盟》，蜘蛛人会去看，蜘蛛人会去看。你可以等音乐会完，然后冲一波。冲一波什么？蜘蛛人。你说最新的吗？对啊。哎、欸，他什么时候上映啊？昨天吧。哎、欸，今天。我也爱你，苏建华先生。好帅的头发。对，没有，今天没有整理，而且头发现在好长哦。因为拍戏的关系，他跟紫瓐奇迹打传说，紫瓐现在也不太打传说啦，对啊，而且传说的角色好久没有玩了，就有一点点不太熟练了。今天就上映了，是吗？他说蜘蛛人今天就上映了。对啊，还有柯南其实我也蛮想看。柯南我没办法。我们真的没有业配，我在重申。我真的很怕我们一直狂聊那一大堆。然后，好啦，其实我们快要结束了，是不是觉得很快？是啊。我们应该回归聊一些音乐会本质。我有回答过了、啊，算是主演。吃鸡吗？我没办法，我吃鸡我会晕，我没办法玩射击游戏。哎呦，那好不好看？蜘蛛人好看吗？觉得自己比较帅还是紫瓐比较帅？看晚上还是白天？他白天比较好看，我晚上比较好看。对，随你们选择了，好不好？最佳的那个就是跟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哎、欸，哎，
对不对？这个回答不错哈、哦。很好。还有人问我说，觉得自己比较帅，还是子彤比较帅？我说我说子彤白天比较好看，我晚上比较好看，对，因为我白天会水肿，好不好？谢谢谢谢谢谢。新的玩命关。期待我在一期直播帮我刷礼物，好，就是你这句话了，好不好？我现在记住了哈，要帮我刷礼物，到时候。音乐会有什么要说的？音乐会现在不会说，就是你们来看的，好不好？绝对会给你们惊喜，好吗？一定要告诉你身边，如果他们还没有买票的，到现场我们可以现场售票，好不好？因为就是为了你们现场，有些人可能当下可以决定的，没有关系。神秘嘉宾，对，神秘嘉宾，不说好不好？不说，不说有没有？不说有没有？有没有？不说有没有？对，不说有没有？好啊，哎、欸，那好，我们来聊音乐会本身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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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会举办这次音乐会的目的是什么？会举办这次音乐会的目的是我想要。回馈我的粉丝，就是我认为一直以来我的粉丝大部分的都很期待我有一天可以自己唱歌，有自己的音乐会。那本来其实在去年就有这个想法，但是那时候我同时在拍实习生豆哥，那我其实我很怕两边会兼顾不过来。那今年我就非常的确定说我今年一定要办一个音乐会，那这东西其实是为了自己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为了你们。对，然后我一直怀念以前玩乐团的感觉，所以我很认真的筹备这一次的音乐。对，没准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你不要讲这种话好不好，告别歌坛没有啦，不要讲这种话。但是这是第一次啊，不管它是不是最后一次，但它一定是第一次，都是第一次的音乐会，所以我希望你们来看，好吗？希望你们来看。好，哎，那你就是当了主持人，然后又。我们突然变很冷静，嗯，好，突然当了主持人，然后又当了那个那叫什么，又开演对演员，然后又自己开频道，那你这么多的身份怎么转换？我们现在真情指数啦，不好意思，真情指数，对，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能够转换身份是很幸福的事情，因为我也没办法在一个工作做太久，我会觉得很疲乏，很重复性，会觉得。会很消磨我自己，所以我觉得适时的我可以去切换我自己，我觉得还蛮幸福的。那我也希望，每一个时期，应该说每一个身份我都可以把它兼顾好。但我其实内心对于唱歌这一块，我还是觉得它是我最对我印象最深，也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对，而且最近相比其他两样工作，主持跟演戏，唱歌的机会比较少。所以这个音乐会我觉得是很刚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是我多才多艺的那一位朋友，谢谢。不能告别，这是一场最后没有了。你很烦哎、欸。对啊，而且我感觉这次跟乐团们的配合跟合作都很愉快，对，然后这一次整个我希望它是非常圆满的，那之后希望就是可以。假设啦，哎、欸，给我们下一场、下下场，然后再下下下场就正式告别歌坛。不要讲这个，乱讲，不要恭维。那因为音乐会做太棒了，太棒了、欸，还在互动是不是？好，然后你继续说，你继续說。为了音乐会做什么准备啦？讲一下嘛。其实因为我边拍戏边筹备音乐会，所以其实这东西是兼顾在一起，就是我，拍戏，然后一休息我就去练团，然后也一直在跟我的音乐总监讨论说我应该要唱什么歌，然后我们歌单也改了好几次，这样子，对啊，所以最后的歌单应该会是大家喜欢的，然后我们会有互动环节，好不好？会互动环节，所以一定要来看，一定要来看。会有嘉宾，这个我们就我有个超级粉丝叫杨丞琳，吓到我，我想说，哎、欸，真的假的？丞琳吗？本人吗？好吧，好的。想对粉丝说什么？就是我希望你们一定要来我的音乐会，因为我的音乐会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然后是真的是为了你们而办的音乐会。最近有人在聊那个什么、啊、联盟战棋，有好几人问你有没有在玩联盟战棋？他好像是电脑游戏，
然后我的电脑就是现在也有点不太好用，所以就没有在玩。对啊，但是我会看看，如果有机会的话去研究一下，之后开个直播好了。你真的很想要往电竞直播发展？我本身就是电被这个谐星耽误的电竞选手，本身就是被谐星耽误的电竞选手。好的，知道我知道有应援，谢谢你们。有没有十二岁同台的机会？我其实也蛮希望有的，但我相信天下无不散的宴席了，好不好？一定也会再相聚，好不好？地球是圆的，对，所以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好吗？好的，对，我觉得是因为这个我的手机的这一台比较感光怪怪的，所以才会看起来我黑眼圈。你去看脸书的直播，我活像个美男子。你本来就是啊。还是因为 S10 太厉害了哈，又要接业配了吗？小刚买了一支新的 S10， 他现在很得意，他觉得 S10 屌打 iPhone， 没办法。我觉得自己好看吗？普普通通啦，普普通通，普普通通，不难看也不好看，因为我觉得特效很可爱，这个特效很可爱，所以我就想开。对 ，IG 比较真实，也不可以这样讲，应该是说 IG 的感光比较奇怪。电竞选手加丰田，这是什么什么什么生物？什么生物？对。哎，好。那最后可以透露，就是歌单里面可以透露一首歌给大家，然后大家每一天就是把它练习好，我们一起大合唱。来一首，我透露两首歌，一首是《恋爱选择题》，大家有去看过这个我跟脖子合作的网剧吧？有吗？看过吗？《恋爱选择题》有没有看过？《恋爱选择题》的片头曲就叫《恋爱选择题》，那一直在戏里面的都是短版的，所以我会唱完整版的《恋爱选择题》。对，还没有去看过《恋爱选择题》的，一定要去复习《恋爱选择题》。在 YouTube 搜寻《恋爱选择题》，这是一部非常优质的网剧，那是我编剧的，希望你们一定要去看。那我也为了这一部剧写了两首歌，一首叫做《恋爱选择题》，一首叫做《分手节》。这两首歌当天都会演唱，然后也会演唱我自己的创作，你们可能你们没听过的。对，然后也会有一些互动环节，反正很神秘了，好不好？很神秘，要期待一下，好不好？都讲完了就不好看了。对，恋爱选择题你们一定要去看，新朋友你们可能不知道，但是你们就去搜寻恋爱选择题，在 YouTube 好不好？在 YouTube， 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在编剧了。对，其实我本来想走幕后的，没办法，长着一张谐星的脸，还是要往目前发展。对，还是要往目前发展。How are you？ 啊，英文来了啊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多讲一点啊，多讲一点啊！什么什么什么？昨天英文还不错，今天英文不变得不太行。对，要是他昨天跟我讲，何时穿宫廷服去吃喜酒？什么是什么宫廷服？什么意思？因为你说你想演古装吧，所以他可能才这样子。哦。我这个问题我其实听不太懂。好的。对，没关系，脸书就让我安静当个美男子就好。IG 再当个可爱的人。完整版可以上架吗 ？OK 啊，这东西都可以安排，我们都可以来安排看看。对，重点是我们的 YouTube 龙兄虎弟一定要去看看好不好？把它推荐给你身边所有的朋友，因为龙兄虎弟是我跟子龙非常用心的一个 YouTube 频道。对，一定要支持一下。没关系，比赛加油，比赛加油。哎 ，B 站的部分真的要跟内地的粉丝讲一下 ，B 站真的很多问题。对，不是我们不弄，但是 B 站真的有很多问题，我们还在克服当中。讲真的，不好弄，不是不弄。对，我们的影片上去之后，都莫名其妙的被下架，然后不然就是搜寻不到，我们自己也搜寻不到我们上传的影片。大家其实在，但是我们以一个就是另外的城市去搜寻的时候搜寻不到它，对啊，所以我们这个还在克服当中。音乐会会跟粉丝互动吗？当然会，当然会，这是为了你们开的音乐会，好不好？不跟你们互动，我要跟对墙壁唱歌，是不是？对啊，每天就不跟你们互动，我在这里唱欢歌就好了，全民 K 歌，对不对？
B 站的问题比较多啦，我们还在克服当中。鼻子有点油，其实是因为我的鼻子的皮肤比较薄，会反光。对，这是关于明杰的十个小秘密的其中一个。哇，他们已经知道一个了，还有九个待发掘。对啊，刚才聊我们音乐会，就是剩下九个让你知道。是啊，没错。好的。你看，完全没有，还要证明一下。我铜墙铁壁什么东西，恨不得跳进手机里。我们家还在克服啊，希望看看能不能够克服这件事情。你要不要让林子彤女装出席？这个不好说，好不好？女装的部分她有点上瘾的，我怕你这样一讲，她就真的会想要穿女装。爱能克服远距离，没事没事。好，最后什么问题？对啊，我们要结尾了，差不多了哈，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开音乐会，我们还要继续女装太猛汤，你也知道。好，我们等一下还要继续开会，就是音乐会的东西，我们要继续讨论下去。好，所以就先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总结，好不好？那希望，真的非常希望，因为这是我人生的第一场音乐会。那如果你们真的可以克服世界上的问题，不能来的人呢、啊？跟客服能够过来，那我会非常开心，因为这是为你们举办的音乐会，我人生七年的一个精华了。人生七年就是今年七岁，这个行业啦，入这行业的七年的一个精华。那能过来的朋友，我们就七月六号见，非常期待能看到你们，好不好？好不好 ？OK， 再见，再见，因为有你，爱你们，爱你们，为我刷小礼物。谢谢 Y7693 送的一个小火箭，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谢谢，谢谢。那就拜拜咯，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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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